不是逃学，就是泡妞。大家没有，他们现在都走了，为什么要抢走他们现在？裴雨燕，是 A 段班的学生，不要一直跟那些放牛班的混在一起。你都用这种方式追女生了吗？我没追过女生，你是第一个。错是我闯的，我负责。我也负责，我们一起负责。你的条件，你要先找你老婆。因为他是于浩的妹。站子，帮我送燕子。他这算不算黑社会？算。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燕子。他帅，是因为他让我变得更勇敢、更完整。擦着了白布，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擦走了你也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来飞翔。八月二十一号，安安大明星，你看到了，这是我们今天来宾斗鱼的演员群，欢迎你们来。呀呀呀，来来来，是麦克风，来是麦克风。好，这是这礼拜这个最热门、最受到最多人讨论的话题，也是开出一个这个算是上映好成绩的一部国片。那你们刚好都搭上了这个荣耀的时光，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那个第一周上片之后，隔了一个假日，然后把大家请过来。我相信这个时刻的心情跟当时首映的时候应该会有一点小小的差别。我们先请大家这个透过镜头，然后一个一个来问，好吧？从那个洪倩先开始来。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倩，我在电影里面饰演的是红豆。耶，红豆。那说想说什么都说。我叫你好，欢迎你来，欢迎你来。谢谢红豆，来来来，接下来第二个。好，大家好，我是王静，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小燕子。小燕子，然后对，她就是一个乖乖牌吧。然后自从遇到了我旁边这位男士之后，生命就变得不太一样。是戏里面那个小燕子应该压力也很大。对，演了一个这个大家这么熟悉的角色，还有一个这么强大的前辈在那边。是是是。好，待会再好好来问一问你的心情。欢迎林博瑞。谢谢林博瑞，你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博瑞，我饰演是于浩。你也是蛮辛苦的哈。对对，演了一个那个大帅哥的，有，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大家都有一点那个压力，前面太经典了，所以现在到你们身上要如何去超越啊，创新啊，就会有很多那个自己可能要承受的一些小小的心情上，是不是蓝正龙？不是，来跟大家打声招呼，月琴。大家好，我是吴月琴，那我在电影里饰演的是扇子。扇子，对，风大吗？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好怎么啦？好不容易讲话。邱先生有什么事吗？蛮幽默的。邱先生，你要我去把之前的那位那个谢先生找来吗？谢先生是谁？对，先生就是上一代的豹哥。哦，我刚刚还在电视上面看到他。没有，他在人有在现场，你需要把他叫过来吗？可以啊，好啊，欢迎欢迎欢迎。会害怕吗？我不会，我跟他很好。我跟他很好吗？对对对，真的有真的很好吗？真的，我没有脸书的。可是你现在大家没有想要跟你很好，你可以离我远一点吗？哦，但是没有位置了，还是我坐你腿上。哎，不要哦，你。现在坐我腿上，我可能会变成 NT。我觉得自从隔了一个礼拜六、礼拜天之后，你人生都变了。但你还没看啊，所以你还感受到。但我有感受到，因为今天进来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讲说，你可以不要跟他讲太多话嘛。我们现在好讨厌他，怎么办 ？Hello， 大家好，我没有在跟他打招呼，不好意思。好，那没关系，那我先离开了。啊，人生冷静一点。邱雨辰，哎，恭喜你， hi, hi, 恭喜你，恭喜你。大家好。谢谢谢谢，恭喜你了，你就不会讲话，你这人也真幽默。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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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喜欢这个角色，可是他们讨厌你耶。OK 啊 OK 啊，我觉得反派让大家讨厌才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反派没有让大家觉得他很坏的话，我觉得就不太成立啊、哦，真的哈、哦。对。很会很会。好，那个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是就是预告片，其实我自己还没有去看，认真讲，那对那些戏啊，都是很多年以前印象，其实都还蛮模糊的啦，应该说，当然会留下一些经典的记忆片段，也许是音乐，也许是剧情，或是哪一个演员。那
先大家就都来讲一下，从洪倩那边先来好了啦，对不对？那你在拍这个戏之前呢、啊，因为有一个很经典的电视剧，你看了几遍戏，还是就这样进来的电影？其实我有看蛮多次 的,、哦、真的，可是我都是播快歌。没问题啊，就用你的方式去那个。对，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也还在念书。是。然后你在念书，那时候你很小吧？那个时候你、啊、不是，我那时候没有看。哦，我是说你现在长大的时候去看。要拍之前我就回去看了蛮多次的。哦、是。对，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也只能就是播快歌、嗯。不会啊，那你有从他身上得到什么，还是你自己改造了什么事情？因为我有点演不出他那么霸气的样子。不会不会不会，就姐姐太厉害了，所以、那个、对，真的姐姐太厉害了，真的，那姐姐是练家子，你不要这样子。然后导演就说，真的，我觉得那个姐姐太厉害了，那个姐姐到现在都很厉害，那个姐姐从那时候到现在就没有一天不厉害，所以你这样也是正常，真的。谢谢。对，其实导演也是说，你就用你的方式去演出属于你的红豆就好了。哦，对对对，那你觉得你旁边的小燕子怎么样？超棒。那是我姐妹啊，我怎么可能说她不好嘞？对对对，演戏就是。吓了我一跳。怎么了？为什么？那不可能啊！不会不会，她不会说坏话。然后那个王静这次是女主角，然后其实大家对你最近就是我刚刚他们知道你要来，然后大家都会提到你那部电视剧啦。那当然跟就是你最近在那个其他台那个之前的一部作品，应该这样讲、嗯。那你这次演的那个。这部戏的那个女主角小燕子，那你跟你的前一个那个这么强大的女主角，你有什么要去区隔或者有什么压力的地方吗？你说电视剧跟、这个、当然，其实我听到有一个还蛮有趣，我自己一开始没有发现，但我是一个听到一个很资深的前辈、嗯，那天他看完斗鱼的特映之后，他跑来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如果那个电视剧的角色、嗯、因为那个角色他是他是选择用一个非常不正确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嘛、嗯、如果这个角色他有活下来的话，然后坚持到最后的话，那他可能就是小燕子了。就是其实两个角色生长环境个性其实都多多少少有些雷同的地方、嗯、只是小燕子她是选择勇敢面对，然后勇敢追爱，她相对起来更正向了一些。嗯、你自己看了几遍啊？电影跟那个哇，听说那个对我说到不知道，今天就是你们要来哦，然后你知道最近这整个礼拜在我们现在刚好有实习生，那你们都打到他们了，所以今天怎么突然来那么多人？然后他们就是说，一些你自己看了七遍哦，你看七遍是看电影、啊、还是看戏那个电视剧啊？电影啊，就是特映也看，然后我们会做映前跟映后，然后反正只要有时间，我就一定会坐下来就是看。真的？对。那你有告诉我们那个不可以错过的哪几场戏吗？在电影里面？每一场戏都不可以。你这样太贪心了，我没有办法再跟你聊下去。对，但你长得跟安以轩有一点点。其实有人这么说，柯导他第一天见到我的时候，他就好像就是端详我了一段时间，他就说。你的眼睛跟他有一点点像，虽然我没有真的跟他有什么那个工作上有强力的接触，就刚刚看那个一些画面里面，尤其你们到最后也有巧妙安排一些那种，就是重现人物的概念那种感觉。对啊，你真的跟他眉宇之间有一点点神似，也是个小美人啦。谢谢，有了也会爆红的那种概念，对不对？谢谢。好了，那人生胜利组就没什么好再说了。来，我们讲，真是的。林柏瑞先生很难演哈、啊、演一个男主角哎、啊，打架的部分有自己觉得很厉害吗？还是打架、哦？嗯，我看看里面就是一直打嘛。对啊。然后我刚刚我问那个邱先生，他说没有，这样跟我们没有一直打架，我们里面很多事。没有，他其实都是他小弟超多，他都叫他小弟打，然后我都被他小弟夹住，然后给他打。真的真的真的，怎样有话好说？他点名你的不是我。对，我们其实不止里面打架，其实还是有他们爱情的戏跟一些亲情的部分。对，还有你一些暴力的戏。对，还有一些暴力，还是变态。还有兄弟情，对，兄弟情也很重要。那他刚刚有派给我一个角色啦，我个人觉得蛮荣幸的。我就这样坐在他旁边，他说：“阿奶，今天演我小弟好了。”对，因为你说你想要，你就说你穿上衣服，知道你是什么角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里面也没有什么老师，对，就更适合我的，蛮好看的，还可以。
可以吗？非常好看。天哪，大哥，谢谢你，豹哥，感恩你这样对我赞美，哎，真的是很好看。快把它架起来，然后你想要怎么样？要踹他吗？你要不用踹他啦，对，你真心在那里面一些那个过招啊，或是什么，有被那个有被那个打到受伤啊什么？你们有其实还蛮多那种对，其实我们拳脚相向的戏啊。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就是那几场打戏，其实我们本身拍的打戏其实是更多的，大概还有在这个多一倍。你是说电影没有剪出来，来不及用那么多画面？可能是因为时间关系。有你们片子也对，就是也不长不短，就一个那种一个多两小时吗？还是一个半啊？两小。哦、天哪，不好意思，月琴哥啊，月琴哥都把58分钟记起来了，真的是一小时58分钟。对、嗯，然后其实我们打戏时，大概是开拍前就训练了两三个月这样。每天不停的，每天吗？一直练，一直练。然后像我里面有一场打戏是1打9，那里面是那一场是哇，真的是最爽快的一次，就是戏里面才能这样子跟人家1打9的那种，而且都可以把他打，就把他 KO 这样，觉得自己还蛮里面真的有不小心真正的 KO， 一定会的吧，难免打到了，一定一定的。他打完要他去道歉，道歉。拍完的时候没有，是当下他就送急诊去缝了。不要这样子，当下就送去了。他就缝7针。你打到人家哪里啊？这个是你猫到人家的吗？对啊。然后我这个这只，因为我右拳又一个勾拳，然后我这个关节错位，就是软骨里端关节都错位了，软骨跑掉。对，然后他去缝7针。哦。其实我们那时候武术指导还蛮讲究那种真实性。要，你们还有那种一镜到底打那场，那场是个怎么打法？你说第一场那个？对对对对对。哦，其实那个我们排超多次的、啊，那个是一次，其实是我们只要到中间有一个穿帮，就后面都不拍了，啊、所以他们在另外一间等超久，真的吗？因为我有两间，我们要从外面那间打到豹哥那间去，所以他们前面如果没有打好了，他们进不来。那你就随在那边、啊，那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 stand by 的概念？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一样是走剧情的方式、啊，因为他们在进来前其实还有一段戏、啊，那边是有一段戏的，然后是他们冲过来，我在窗户看到他们就开始打进来，因为他们打进来真的打太久了，所以我们在里面其实我们跟阿奇都聊了起来，他们到底要多久才进来，他们要不要进来救我？哦，那个前面那个没有打到他那间大概10几20次了，对，因为我们很要求真实跟整个动作一定要好看，相信我相信，因为那个看了那去看过电影的人都会特别来提这一段啊，对，然后也就是说要问，因为他们不相信就是这么多人一起完成了一幕的一个镜头，因为人数很多，太多了，对，那那时候他们两个就是比较闲，还没出来，他们还没出现，休息室吃个冰之类的啊，那你那时候在片场吗？你们两个总在啊，哦，那时候刚好快杀青了，对，所以大家是哦，但是最后快杀青之前才拍的，前两天吧，哦，所以大家已经就是真的有什么深仇大恨，也就是可以演出那个感觉，打起来就格外真实。哎，那场好像是我杀青戏。啊，对，哦、那场是我拍完，等于是拍完第一场的，所以把所有使坏都那个，然后终于在那个时候最坏。也还好，不要这样。其实那时候比较帮自己，不要帮自己一直那个脱罪，就有人都要封锁你的那个。哦，其实他们算是假封锁了。我知道，但他们就是封锁假的。对，封锁到假的。他们用爱封锁你，这样子可以吗？哇哇哇，开心开心开心哈！好啦，这位吴月琴先生，哎哎，怎样？你有什么要跟哥说的？他刚进来就是跟这里面，哎、欸，你们每个人啊都看起来就是怎么讲，也不知道这不是大不大方或客不客气，但他就特别害羞。你是本人就这样吗？他其实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他不是这样，我就知道。熟了之后你就知道。那破功，你、欸、要不要跟我换位置啊？你先来坐。怎么啦？对啊，他为什么那么害羞？就是、比较慢热型。慢热吗？来人拿给他一闷热。闷骚慢热。那参加这部电影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那种让自己快乐的一些方法？没有，其实拍这个电影真的2个月，其实我真的没有跟大家讲太多话。为什么？你为什么那么孤僻？对，因为那个角色要进入那个状态。为什么要把罪过推给角色？是你本人的问题吗？哦、谢谢我没有，那角色本来就是这样子。哦，懂了。对对对，他这个角色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他那个阶段刚好就是他在
控制自己的饮食啊，他都没怎么吃，是就每我跟他同一间，然后每天回家就看他一个人坐在床上，然后把拿一张卫生纸铺在床上，然后就放几粒坚果在上面，然后就没有表情，就这样吃。可怜哦，真的。天哪，你拍戏回家就看他一个人坐，那你拍戏的热量都最后都从哪里来？有还是有吃了，还是有他夸张了一点。不会不会，我相信他讲的是真的，这一点都没有。我相信，因为他你可能就不好意思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为了角色做的那个努力，真的是本来是有多不能出来见人，一定要这样吃坚果过一，就是比较容易。哦，坚果买很大包，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啦。其实应该还是热量还是够的。对对对，所以还是蛮开心的。里面有什么？那以你的角色或以你是一个观众的角度，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如果我们进了那个电影院里面要去看这部戏，有一个就像刚刚王静说的，我刚刚问他说，哎，有什么不能错过的镜头？你呢？你会怎么看？其实我觉得我想要讲一下，是我们这是。这个导演柯导他这次想要呈现出不太一样的斗鱼，因为其实很多人会想说电视剧的斗鱼跟电影版有什么差别，那我觉得这次柯导想要呈现出我们三兄弟他其实不是这么的进入古惑仔这个领域里面，他是其实比较想要讲的是我们三兄弟之间的情谊，然后被整个社会压迫之后，我们不得不做一些选择，所以可能观众在进去戏院的时候，可能会一开始会想说，我们可能会跟电视剧比较类似，就是三个比较像古惑仔的兄弟，但是我们其实这次比较没有呈现这一种感觉，我们比较像是我们是学生，比较不爱读书的学生，但是被就是不得已这样子的情况。王静，你要说什么？哎，没有，没有，没有，我懂你有要说的话。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东西，是你看，你就是那时候我姐姐她看完首映之后，她哭得非常难过，她就整个人是啜泣到不行。然后后来问她为什么，她跟我说她觉得很难过的点是这几个孩子明明都这么善良、这么天真，可是却因为现实，然后因为遭遇到的事情，让使得他们不得不变坏。然后我听到就想，然后刚刚他要讲那个，我就想到就是有观众看懂了。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对啊，我觉得没有没有，这是一个来自那个亲生那个姐姐的那个说法，而且她就是跟你们也这么靠近，演电影就是要让人家看懂啊，然后不然每个帅哥只会这么说你很帅，我想你也不会太开心啦，是不是这样讲？你们这次花了那么多的心力，是不是人生得到一个代表作的邱先生？对，我跟他说，没关系，都是我的错。对，拍完电影，拍完电影之后，然后就突然间就是真的，一片的讨论声，就是都会有很多都在你的身上。那我当然知道，说你对演出这件事情一定也抱持着一个，重新得到人生新的表演。生命的感觉是邱雨辰是吗？是邱雨辰人生的第一个代表作可以是电影《斗鱼》这样子吗？希望不要这样说啦，不要这样说，就得到了一个2018年的那个代表作，一个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礼物。我想是，然后他们都一直觉得反派，当然可能就是也许对他们跟这几位来讲，他。就更容易凸显出来，跟他们就不一样嘛。反派有些时候对表演的人来说就比较容易进入那个状态，只要你真的够放或是够什么，对不 对, 對？我来问王静啊，你觉得这个反派演的怎么样？我觉得他在里面有对你不礼貌的地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坏。从可能前面他对于，因为其实那场戏我们算是蛮后面才拍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恨的东，那个负面情绪是从前面可能他对于眷村帮的这些做的不好的事情慢慢累积上来的，然后到最后那一刻就是爆发的，很坏。我们让我们开放他们一个人骂你三分钟好了，可以三分钟够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很难受。就是那你自己怎么看待你的那个宝哥跟谢承钧的宝哥？谢承钧有跟你说什么吗？我很好奇，因为首映会他有来我这边留言，然后他就说很厉害，所以他一讲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有放下一块大石头，因为那天首映他谢承钧那个没有办法看，因为他还要回来拍戏。是。然后我就一直很期待，因为他们有嘛，比如说有的都在嘛，对，都有来看，所以其实我心里一直觉得说，哇，好希望前辈看完给我一些指教或者什么的。然后后来他是在 Facebook 跟我讲说他看完，然后觉得很精彩，对，所以我就觉得很能从前辈的
话里面，谢承君他说你是前辈，对对对对对，是啊，我们真的是很喜欢他的戏、啊，是大哥，对大哥，对我们来说他就是大爆哥，大爆哥，大爆哥，所以得到他的肯定，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感动。大爆哥会不会在直播当中不小心被我们扣过来？我不知道。他现在有在这边吗？他不在这里啊，他在那个哦，他在另外一边拍戏。对对对啊，都不知道他会怎样了。所以看到他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他，就觉得哇、嗯，就是我要演的人物竟然出现在我眼前。哎、欸，接反派会有排斥吗？像你们大家就是演戏啊，就大家都还年轻，就、嗯、接反派会担心被粉丝讨厌？洪千惠吗？如果你接了，我不会排斥哎、欸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哈、哦，就是所以你也想要演恰杂波之类的角色的？我觉得不光是演恰杂波，可能演个心机鬼啊、哦，就是跟我很有反差的东西。现在古装片看太多，他演什么妃吗？什么倩妃？你今天出来有什么要？对，有什么说古装也有演一下。我就是觉得说，如果有那种很深层的想法的那种人，哦、其实。如果演出来可以让人家有哎、欸，你现在有一边在演哎、欸，我个人觉得你像他就是很好，我觉得非常喜欢你这样的状态。对，我就觉得说，其实这对不管是对谁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很棒、很棒、很棒的机会。真的？那你有想要骂豹哥的部分吗？说看完电影之后。我是怕他粉丝来屌我，真的吗？不会啦，会吗？不会。天哪、啊，真的是你人生都不一样了啊！还好了，没有就开始有人就公开说讨厌你啊，对对对，然后讨厌你原来是爱，爱好恶心哦、喔，没有开玩笑的，真的感觉那个看起来最乖耶。如果你会想要演反派吗？月琴哥，我月琴哥，我蛮希望的，我一定要在，就是今天让你有破功的概念，我觉得你这样一直很硬，我没有办法接受。王静，你一定要帮我，我觉得你太了解这个人，等一下。是我知道那个心情还不错，怎么啦？没有，那个反派不错啊，因为我觉得反派其实，可是你这样慈眉善目，然后长得又有点可爱可爱的，然后脸又那个，对啊，脸又那么多胶原蛋白的概念，就是演坏人有一种很难，你知道那种脸 QQ 砰砰的，我可以感觉，你说是林柏瑞演个反派，我可能还可以想象，哦，他脸的有棱有角。你脸弧度是圆的哎、欸，所以如果能演反派的话，就更有挑战性了。真的，你会先去瘦脸吗？还是嗯，可能对，会先需要瘦一点哦，真的，要再多吃一点坚果。可是你的微笑没有办法演反派哎、欸，你可能要演跟他那个洪倩去演什么心机鬼，用那种笑里藏刀的那种。其实我觉得搞不好擅自演反派是会最狠的哦。怎么说？因为通常。这种看不太出来的人、嗯、通常是最恐怖的。对啊，你就是因为他，尤其是他、嗯、那时候我们在演一个他要里面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剧透，就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戏、嗯、我从他眼神当中就是可以看到他内心的那种一个感觉，我不知道，我就会觉得他其实也是很适合演。有的，有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点，然后可以引爆出那个比较极端或偏执的某种个性，但也不知道真的要反不反派。对对对，像刚王静讲的那样子，就是看电影里面啊，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里面都有一块，就是比较跟他原生整个状态里面就是比较特异独行的那一块，也许就只是说豹哥就是原来就那样，如果他突然行善，那一块就是假，就是比较奇特的那个部分，大概是这个意思。可能。嗯，不好说。好，线上应该有人在留言，如果有人需要那个我们传达什么问题然后干嘛，你们今天也要继续催票。我们第一个礼拜其实哎开出这样算是一个蛮不错的票房，但你满意吗？很开心，非常开心。好，开心，真的开心。没有，那位王小姐没有很开心。我很开心、啊、哦，真的吗？哦，你有表示说你很开心的样子。我刚刚觉得哎，这算你第一次登上那个大荧幕吗？我可以这样问你吗？没有，他第一部吗？他已经演过电影了。对对对，所以你是哦，我也不是，你也不算，不是，我第一部是《九江风》啊，对哦，不好意思，不会，失敬失敬啊，对对对，很久以前在做功课，对，很久以前的，没关系，2018年重新认识你，感觉也是一件好事啦，谢谢，人生的过去的事就等下忘记了，谢谢，这样好像也太不应该，这次拍戏就是算是有交到好朋友吗？有啊，两个月。就是我觉得时间下来，大家真的感情都非常好，就连可能豹哥跟阿星，就是他的另外谁喊的吗？对，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群，就是大家都非常好，真的就有一些各自的小团体。哦，我们没有小团体，我们是到大家一起的。对，哦，难怪会有一些科技狗的一些就是比较爆冲的那个
对话。我们希望等一下不想，科技不好意思，终于刚他讲了，sorry， 我还在现场，好，没事没事，哦，那要慎重的跟大家致意。我刚刚想说谁啊？对，我也是，嗯，失敬失敬，对。还不错，还不错。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一段那个影片好了，这让主持人稍微那个平复一下。哎，怎么啦，制作人？好，看要 Q 哪一段了？没关系，看导播喜欢看哪一段，我们就看哪一段。对啊，来，请看斗鱼精彩片花。不是王大哥，他就是看起来严肃，不过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前辈。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到，古中豪大哥本人，我只有听到声音，然后我就心里想说，真的有教官来了吗？就是我那时候心里的想法，第一个想法是说，这教官好厉害哦，真的是教官吗？后来我一看才说，发觉说，哦，原来是左中华大哥。那场就是服役挺身的那场戏里，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带着军人本色的那种感觉来到现场，然后他在现场给你的互动，你就不敢跟他开玩笑，你就会想要在他面前严肃一点。马如龙大哥是演我的爸爸，虽然跟马如龙大哥只有对到一场戏，就是我在警察局那边。敢见台湾的主人，我不敢敢。但是他的气势一样很惊人。高兴啊，什么什么之类，他讲的是会觉得有一种是长辈在骂晚辈的感觉。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刚好就是曲哥还有王老师都在那一场。可是那一场戏呢，是要曲哥，就是我们的辉叔，跟燕子院循循善诱，跟他说：“我劝你回家吧。”曲哥让我觉得微微的心酸感，这个大人好像真的有在心疼我。我明明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他对我的关心还有照顾，是好像远远超过在戏里面王老师所饰演的陪爸爸。那场戏陪爸爸王老师，他也的确有他的严厉感，他光是只要不讲话，站在远远盯着我，瞪着我，我就觉得很紧张。那曲哥的话，印象最深就是我有一场我跟他对峙戏，他那场戏其实他除了生气以外，也还伴随另外一半更多的其实是心痛、难过。他在这个生气跟难过的两个情绪之中传达给我，让我感受到就是他其实真的把我当自己小孩一样，我被他感动。像是有一场我们在家里，因为那时候我们闯祸，徐哥那时候就是要骂我，快说，不要说，快说，快说，放手。那当下就是不要打我，那时候真的是吓到一下，我天哪，我被打了，还是那种很真实的。罗大哥的话就是，有一场戏是他可能要求我去做什么事情，但我拒绝嘛。可是我在拒绝那一瞬间，我真的感受到他好像要把我杀了的那种眼神，真的有那种霸气的感觉。就是你坐在那边，他气场是超强，真的太霸气了。见到博哥，等于说我见到我的小时候到现在的偶像。那因为小时候人家觉得我长得很像严正哥，所以有一阵子大家都会叫我严正哥。一开始我还不能想象说我竟然在跟我的偶像在演，而且他竟然是跟我是有关系的。小时候的电影明星现在在跟你一起演戏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太荣幸太不可思议。欸，大家刚刚那一个片段里面谈到的都是今天没有来的那个跟你们对戏的大人，真的，大家讲一下，大人这次对你们有很多的帮助吗？有。你们讲话有自己的组织里面的规矩。先讲啊，就是他们对。有啊有啊有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曲哥他。我非常感谢曲哥，他每次在丢情绪给我，甚至是拉背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情绪非常满。可是感觉你也是很厉害的人哎，我今天虽然第一次见到你，不知道，我觉得你也蛮恐怖的。什么意思？恐怖？他应该是一个很会演戏的女生。哦，非常会，非常。谢谢。没有没有，我真的没看过你的，我真的没有看过你其他的作品，认真说，但就今天在现场有感受到你的气场。哈？
真的吗？谢谢。真的，真的后面就插一个电风扇在吹他。没有没有没有，扇子在很远的地方，扇不出什么风来。对对对，演戏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吧？然后找对工作的概念。嗯，我觉得是找对工作，可是也要找对方法了。嗯。谁启蒙了你很多伟大的表演的方式吗？还是你怎么找到那个？我觉得没有，就是岔题了。这太多人想要进这一行，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小有天分的女生，应该不止小有天分吧？我觉得没有啦，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可能斗鱼应该算是我第二个大荧幕作品，但是看完首映当下当然是非常激动，可是还是会觉得自己其实有更多可以需要补足的地方，比如说。嗯，我觉得那是比较深层的东西，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期许啦，对啊，对对对，万一我讲了以后，大家就不会啊，那也还好，对吧？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今天在聊这个，你知道，在做这种访问呢，我其实有一些时候就有点，就不想太剧透，然后又好像不能不说什么，然后你知道，就只好放放那些影片，然后就撩一撩大家，然后听你们来这样讲，对啊，不然怎么办？然后都讲完，还去电影院看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林面当先生？是你刚刚是讲出来，但是因为也看过戏了，人生第一次演那种领便当的概念，也是一种很特别的经验的，我觉得是不是？对 对, 對、哦。那一刻就是怎么样？如果看到自己的在戏里面啊，对，他不见了，就是现在就是恍若重生。对，我家人那时候看到我戏里面的照片的时候，他们有哭。哦。对，家人有觉得，就是可能我自己看到我也会，因为我第一次这样嘛，然后所以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也是有点在感叹这个孩子，他就只是一个爱玩的孩子，只是他没有任何的方向，跟他从小长大的背景，变成让他变成是个性性格这样狂妄的人。是，对。你看到照片就已经跳出来了，你那时候是邱宇成。对，那时候是跳出来了。那你家人看到的时候是吓到的啊？怎么不玩几天戏，那做干那场？啊，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哦，听不懂。他说演个戏怎么演成这个样子，然后怎么这么悲惨呢、啊？哦，你说家人看到的状态？对啊，那干嘛突然哭出来？可能觉得你演太好了，然后就是可能流泪了，就是可能心疼我变成那样子啦。不会不会，他都不知道你这次应该为了这件事情，就叫你去什么斋戒十天，你都愿意吧？就演这个角色，我感觉你这次。就是为了角色也投入很多的决心。我投入了非常多，是不是？对，我前天还有在我的 IG 发了很长的一篇，对以前我对这个角色的所有的感悟跟认知，因为这个角色对我来说真的是，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你已经可以带这个角色去办很多场校园演讲，讲出一些人生的大道理。我觉得可以，我有很多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真的，你们会有走进校园的这样子的想法吗？希望。快要开学了耶，如果票房很好的话，对，希望可以。校园去那个代课机啊，去校园走一走。对，因为我觉得他们这部，其实我们这部戏其实有很多，其实有很多教育意义啊，我觉得真的，他真的太可爱了，我真的觉得，对，你就在这一群里面太违和了，我没有办法进入你的那个。意思是我们怎么了吗？不是不是，就是他那种可爱在那种状态之独立的世界里面。不是 gay 生欸，就是你真的是太可爱，可爱到无法想象你在戏里面到底有多么的那个，有什么奇特的状态，这样还不错啦，人生有一种很大的反差。你都怎么推荐你的朋友去看你的作品啊？其实我是说，因为我这个年龄层的朋友，大家都看过电视剧的《斗鱼》哦，真的吗？对对，我你这个年龄层的朋友说你是这里面的阿尼基的意思。我年纪对跟他们比起来，我其实比较大一点。哦、真的、哦，怎么好意思都看不出来哈。所以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斗鱼》真的是陪伴我们长大的电视剧。那我都会跟他们说，其实要把电视剧翻拍成电影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它只有原本是20集的内容，你要在2个小时把一样的故事说完，那所以导演花了很多的心思去重新改写，那重新把它变得，而且时代又设定在1987年，所以我是蛮推荐朋友都说可以去看看，而且支持国片嘛，就是一个感觉。回到那个场景里面，其实大家很多人都说那几乎都是画面的复刻，然后其实时代都很久远了。我刚刚还听那个，就刚刚听月琴在讲说，哦，那个眷村是就是一直都在的，你们才后来去做一些美术组做一些其他的那个。算是设计吗？还是怎么讲？对，因为我们那个是在高雄的一个眷村，它是保留黄埔军校、黄埔新村。幸运哦，我觉得重新要拍，然后找得到原来的场景，感觉真的很酷哎。对，我们这一组的团队真的非常厉害，我觉得很厉害，美术很强很强。就他们那些就是看过戏，就是你知道那些制作人啊，他们其实就是也都
在这个行业很久，他们哇，他们回来讲第一件事都是，哎、欸，那个街道哦，都长一模一样。对，然后还有什么 KTV 啊，什么画面，他们非常强。讲究这件事情，真的，对，所以你们是在高压的状态下完成工作的，算是吧。对，我们有中南部会见面会吗，林柏瑞先生？中南部有要想，你现在这样放空，你以为我们要理你吗？开什么玩笑？中南部有要去见面吗？中南部，他不能回答。中南部目前没有，为什么？希望如果到时候我们票房如果真的很好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来跟大家要求，我们希望可以。卸票的方式，要去卸票。你们是场景当中都在讲，不就到高雄的眷村那边的，一定要。但是我们扫街，我们有扫到高雄去啊，扫街高雄跟台中，就是北中南，北中南，北中南，对对对。天哪，感觉上蛮好的。哎，你在一个那么强大的之前的男主角下面，在演这一出戏的男主角，我觉得你有必要好好讲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反正我们就你又没有感动我们就不要去看了啦。其实心路历程啊，其实一开始真的压力很大。你自己有要想要包几场吗？那当时有这个想法吗？包场看戏啊、哦、有哎、欸、然后我没有，我其实我自己上映的，然后除了首映那天之外，我其他我自己就是我一有空我就买票自己去看。所以现在你人生当中没事就是看斗鱼，就对。我已经看了十遍了、欸、真假的，你们都是、啊、哦，所以你们大家真的都啊。像我昨天也跟他有一个，我们有个共同朋友，他也包 场然后我们一起又看了一次，就陪他又看了一次。对，好、哦、啊，你哥包几场？他也昨天也有来看。对对对，他哥昨天。对对对，他非常的听我，真的就感动，感觉是感动感动。那柯基你会带柯基的朋友去？我有腰财圈啊，藏獒一起。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来，换位置了，那你坐这里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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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是一个有他自己的那个 tempo， 感觉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种状态。然后拍这种戏，有感觉上来讲说，因为他太经典了啦。然后你如果没有办法超越的话，其实人生来讲也是一种很大的挫败。但是又得到了很多的祝福跟那个肯定的时候，那个应该还蛮开心的吧？你的作品之前有被赞过吗？我这也是我第一次拍电影了，对、啊，所以其实蛮荣幸能够参与《斗鱼》这个电影 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斗鱼本身就是一个经典。那我们其实也没有想过说我们要超越经典什么的，就是我们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做到最好，然后让大家也喜欢上我们斗鱼的电影版这样。那希望14年后，说不定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经典了，对不对？哎呦，会不会说太满了？我也觉得哎，难怪会是人家喜欢的一种宠物的陪伴，真是的。然后那个林柏瑞先生，你刚刚没有回答我给你的问题啊？被你发现了。当然啦、啊，我们闪什么闪？对啊，怎样？那个你说于浩这么难演？对，其实我一开始压力真的很大，而且于浩又那么帅，然后你又跟他就是要演出不一样的帅。对啊，其实帅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吓死你的吧？我想。我那时候看他，就是首映那天第一次看到平超哥本人，哇！直接跟他开同一扇门，就是他要进来，我要出去，然后我们遇到，我想说，哇靠，传说中的那个人终于见到了，对，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本人超帅。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我们斗鱼要拍电影版发布啊，还有预告啊什么出去，然后下面都有非常多的留言嘛。每次最上面都是那个还我郭品超啊，然后那个赞都是最多的，就可能100赞什么。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其实后来我就觉得说，跟导演讨论完，其实他觉得说他其实不太想说像演到像以前那种，他觉得我们三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我们只是不爱读书的学生，但我们是因为外界压力而走上这条路，所以。然后所以导演觉得说他可以演出我自己属于我自己的余浩这样子，对啊。哎，你们会希望人家在映后跟你们说什么？因为你们应该会跑一些映后的现场嘛，然后映后也会就是可能分组啊，也许就大家一起。林柏瑞，我最想听到人家怎么跟你说。就一些主要赞美都好啊。哦、真的吗？只要赞美都好啊。天哪，你也是太容易满足了。不然要说什么？我不知道啊，就是你的心情，搞不好你就想听到更多那种那个不太一样的那个评论。其实还有最近有听到什么话比较感动的啦？应该这样讲。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很惋惜，说为什么你要死掉？
啊，没关系啦，对，又不是没有用。我跟你讲，今天真的很痛苦，就是我们秉持的专业不能剧透，但是我们又好像。就什么都不能说啊，什么都反正他们就很 对。然后帮我们来唱歌好了，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里唱 KTV， 唱对对对，唱新火， KTV， 我们就是对，就在这边做一些歌曲的。你看，怎么你看我们的那个主题曲是今天上架了，超好听的，那就由王静帮我们带这个主题曲，对对对。对啊，就谁 Q 的就谁唱。王静刚刚在那个一楼大厅唱超大声。我懂，我懂，我知道，真的人哦会想到这件事，就自己对这件事也特别期待，又觉得喜欢。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人都来了，就既然也不能剧透，又要请他去看片，那不如就是唱歌啊，可以放一下。你刚才不是说，而且你们应该都会唱，那我们也不要这样，对啊，我们就可以自己就是接力这样子唱一下。自己给挖洞自己跳，我懂我懂，我们喜欢听人家感冒的时候唱歌啊。我不喜那个啦，扇子唱歌真的非常好听，我这个真的你扇子唱歌也好。但我们主要想要让他们两个唱歌，我们想要每个人都唱，而且是女生唱的，对啊，哎，还是让他们合唱，都一起唱啊，对啊，没有问题的，大家一起唱。好，我就拿，你现在在联榜，对不对？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有机会一定会放上一个 cover 在网络上面。我觉得是，但是现在现场就是也要有一些现场应该有的诚意跟那个贴心的想力。还是让他练一下。不用练，不用练，就是随便 Q 一下，就是那邱雨辰来几个 key， 不然就不然我们一起唱吧。音乐播，然后大家一起。好好，音乐播，然后你们一起这样子。我会庆祝今天上架，对对对。然后。吴月琴，既然人家说你这么会唱，那就一支麦给他，我们也不用勉强。所以这边两个男生一支麦，两个人，你个人就一个，对不对？然后唱得好的话，我们等一下就有人上来跳雪中红来表示对你们的致意。是不是？大声！哎，经纪人很紧张，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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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重新从那个曲子的那啊，想唱就唱。其实这是一种随性的感觉，就像去看电影的时候，其实人看到哪一段的时候会特别感动跟落泪，不一定嘛。每个人都在不一样的点上面，当然就随性的进到那个音乐里面，然后你有感的时候就来。我觉得你也可以一边在那边旁白啊，这是一个 freestyle 的概念，对对对。而且你们都这么棒的艺人。其实王健的声音跟这那种声音有点像啊，真的吗？对。哎，不是要唱吗？对啊，你先。微弱却用力的擦亮眼眶，多少你的眼中我倔强笑容。我要我幸福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我要我沉默命中快要失去的英勇，我要我为你找到更好的那一个我，幸福相信我一点就足够燎原尽头，渺小的心火燃烧过才懂梦是什么。你们现在有没有很后悔 Q 这一趴？不会，还好 OK 啦，不会，不会，好听 OK 啊，完全不尴尬，不会尴尬，完全不会尴尬，因为其实这是一种现场那种情绪的流泻，我觉得这很好。尤其王静刚刚特别提醒了这件事情，进入了电影的世界之后，慢慢你会发现，当播映的时间越长，每个人想要喜欢跟去讨论的内容跟主题，就会开始各自有一个这样的小世界。那我觉得把这些东西凑起来，就是大家对这部戏的支持嘛。那今天就。其实有歌来辅助这件大家进入戏院的那种一个动机，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也可以展现自己的另外一方面的才华。唱这首歌的时候，王静，你刚刚在想什么？你刚刚是真的，当然是 cue 到你，然后这也是一个女生唱的歌。然后其实就如刚刚那个雨辰所说的，他说你的声音就跟这个主唱很像吗？有点像。你那时候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像。然后其实这表示就是，你就一直在这个戏里面啊，你连这种歌声都可以几乎就是雷同啊，相似。唱歌的时候会特别想到哪个片段吗？还是会？因为其实我非常喜欢我们的主题曲，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歌词很像小燕子的心情。对，然后网络上面。
大家的对于主题曲就也会问说，哎，他是谁唱的啊？什么歌啊？什么的。所以我刚刚其实只想要跟大家说，今天就是数位版有上架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 KKBOX。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就是你知道，这绝对是一个疯狂追剧的某一个细节。而且明天 MV 要出来了，而且我觉得你赶快要录一个 cover。我也觉得。可是我刚刚就是还没练好，我今天状况不好。不会，你刚刚这样还没练，我就唱成这个样子，让你练好了，就直接可以报名金曲奖了。好，我会努力。对，赶快弄一个。刚没有练好的是邱雨辰，但他很认真在那边装。假音唱歌，你是很同人干得好，然后那个柯基都骗你。对呀、啊，你在那边拿麦，然后不出声。我只是想要歌词。好，没关系，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单独表演的时间。对对对，下次，我相信没有下次啊，导播，哎，导播不用等下次，然后把他回 Q 一下。对对对，今天人都来了，对啊。哎，邱雨辰，你刚刚唱歌的时候，你也很乐意的这样做一些那个陪伴。对啊，因为其实这个是女 key 啦，所以其实还基本上还是女生比较适合。对，因为你刚刚唱这个女 key 的版本，都雪中红，今天也是一个女生想要表演呢、啊。对，但我们今天现场比较没有这个安排，连害羞，连害羞，没关系。他很支持我，每次来都我懂，我懂，我懂。他们每次就是人就在这个时候难得遇到一些那个可以支持的那个艺人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支持。五月晴，如果想要得到更多人的支持的话，我觉得此刻你没有唱这个星火的话，你就失去了一个人生最好的人。哦，他要清唱哦，不好意思哦，导播他说他要清唱。对了，他不知道歌词。导播超 Q 的哦，他不知道歌词。对，哦，真的哦，好。没关系，他戏里扇子戏里的精彩程度真的比现在的精彩，都比待会的精彩。我欢迎大家可以上戏院。没关系，没关系。线上的大家，我们就真的跟你道歉，就主持人乱 Q 啊，那现在不要唱。没事没事没事，对对，也还好，好尴尬，真的有。没事没事，我觉得就是大家会喜欢的任何。哎，导播那你就放音乐，他们也要唱了。哎，这个音乐真的还蛮好听的。这个音乐那时候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其实就很有感觉。戏也有一些就是复刻的音乐，但也有一些新的歌曲嘛。那你对音乐在戏里面帮助了你什么，或是觉得我们去电影院这个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我觉得音乐对于电影来说真的是超级非常重要的，因为比如说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自己这次我们第一次看到斗鱼的时候，我也是完全随着那个音乐进去，因为音乐在很多 cue 点的时候，真的，它可以跟画面一起出来。然后我们可能之后我们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们觉得脑袋中有那个电影的画面。会呀、啊，对啊，所以这次真的很推荐观众。你要记得录一个 cover 哦，因为王静也要录一个 cover。好啊，如果那我们顺便可以一起啊，对啊。我们没有，他没有救你一起，为什么要救人家呢？好，我也可以自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因为我们这样主持人这样好像对他太严格，你会觉得蛮喜欢他的。豹哥，你觉得我们这样还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男女合唱版的，我觉得不错，蛮酷的。真的真的。然后这次的戏里面有很多的巧思，其实也找了就是原来拍戏的人回到了这个电影当中，对不对？那个。你们在看到那一幕经典的时候有什么冲击吗？就是当他们也进到了同样的那个。其实我们第一眼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非常亲切，就是他们真的不会去给你摆架子什么的。是。然后你就是会发现，就是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在照顾你们，然后在。虽然他们没有多说什么，可是他们散发出来的感觉是，哦，我会想要提携后辈，就是不会只有是他们好，他会希望说是大家一起好。在祝福之下的表演，真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开心、幸福的事情，很传承的概念，就很像，真的就很像是，哦，你是我姐姐，你是我哥哥，你想要保护我，然后你想要教我、照顾我。对，有感受到你那个心满意足的那个被那个疼爱的那种前辈的那种指导里面，所以这部戏其实得到很多那个不一样于其他表演的收获，因为有一个人在你的前面，然后你又用不一样的心情去那个看待这个这种关系。你们真的很会耶，就是2018年演到一部大家会一直讲的电影，其实在他还没上片之前的一些讨论，现在我看回想那时候看到一些只字片语那些文章，跟今天看到你们几个人在现场，那感动度有点不太一样。你们真的会让人家有感的想要去接近这个作品。哎，选角的人还蛮厉害的。哦，其实我们其实那时候大家，我们真的要在开拍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是紧张，但是我觉得我们心里都有一种使命感。哦，真的吗？就是我们会告诉自己，告诉彼此说，我们一定要把大家。
有有，对，做这部电影的那个，就是应该讲说原生这个念头的那个人，嗯，来叫你去看电影这件事，真的也真的是非常让大家觉得，不会就是分享吧，我们就是分享，分享，创造一直逗弄的大家。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一段影片哦，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不断的用很多的影片，然后就是。撩你们进戏院，哎，支持国片很重要，对，对不对？不然你们哪里来的出路？没有他们，以后没有戏看哦，好不好？啊，欢迎大家看斗鱼。然后我们还有今天 一段影片，然后请欣赏一下。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开心，因为柯姐还蛮早的时候就告诉我，我们有共同的革命情感，尤其在这一出戏。那我觉得这个重点是我如何让他走得过。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就我如何让他的角色在电影非常合理性的进来，而且让观众看得真的非常非常有感觉。柯姐一通电话，我们当然要拍啊，哇塞，那绝对是要在戏院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surprise， 所以自己当听到斗鱼电影真的要开拍的时候，那心中是一股感动跟激动，没有感触的啦，因为这个戏已经。实际是也是算有点陪观众长大的一个作品，然后他现在要重新拍成电影版，有点好奇啊，有点替他们开心的。十五年之后有一个这样的版本，对，我觉得对于我跟当年一起合作过的演员，跟原创的这个团队来说，是非常有意义跟很有纪念的一个事情。就真的有啊，一看到他就是真的是，所以是蛮相信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在诠释的时候也是相信观众，想让观众看到，完全可以感受到我们那个十几年没有见的那种激动。光是跟好比说跟 Michael 啊，跟李轩啊，还有跟蓝正龙后面，就非常的。有感动，因为毕竟这个戏我们当初大家一起也拍了两部，然后感情非常好，所以其实光是看到他们就觉得心情很开心，然后很激动。其实有很多很多真的都是眼睛，跟你当年看电视剧那些回忆，所以我觉得这些演员聚在一起，其实好像也不用怎么沟通，就一切都那么的合理，一切都那么的自然。对，因为毕竟是年轻的时候的我们，然后到现在我们以一个彩蛋，给电影院底下观众一个惊喜的一个方式呈现。我们一样的吐槽对方，一样的跟蓝总在开开玩笑，看到柯姐跟柯导，觉得大家都没变，就十五年前那个时光机刷一下就回去，觉得还是就是没有陌生的感觉。感动，在能够再相聚一起，然后完成一个作品，因为那个真的是我们年轻时候的一个代表作。然后又是同一个题材，然后又是大家可以齐聚在一起，就是非常的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就是配合的刚刚好。哎，真的好久不见啊，大家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嘛。结婚啊，生小孩啊，就经历很多事情，所以这个力度我觉得刚好配合戏里面的角色是完美的，那个距离，然后那个时间，然后那种经过生活的历练，然后大家再看到彼此，就是已经没有再分戏里戏外了，就是哇，真的十几年没有看到安以轩的，但是。这种眼神的接触是骗不了人的，就是真的是好久不见的感觉。感人呢，什么都不能说的状态下，就会有想去看的冲动，也只有这种，就是有一点点那个经典画面留下来催促人家那个想要去寻找以前一些感动的心情，然后这新的感动是由你们创造的。我们今天这个就用什么都不能说的状态下，我们完成了一个小时的聊天，还是可以说啊，对，还是可以说，就也不用说太多，我们还是把戏的感动留到里面，让大家更，我觉得每个人看戏会有自己的心情，然后今天我是用看你们每一个本人的。
感受，然后去想象说，哎，在戏里面也许你们会是一种怎样呈现跟表演的方法。你这跟陆明君长好像哦，刚刚突然间一整在那连那个挑角色，我相信他这些都会可能是他们思考过的一些小细节。在节目的最后，那就一个人也不用讲太多，两三句话就推荐大家进戏院支持你们，因为我们第一周过了嘛，过了第一周有好的票房，哎，表示本周院线依然非常蓬勃上映，但第三周、第四周接下来就要靠你们的努力，好好的去帮自己的作品做推荐，好吧？红线先来，然后跟那个收看《安大明星》的大家，好认真推销。Hello， 大家好，那个首先我要先非常感谢已经看过电影的朋友们，然后还要感谢这么多团队，哎，对，这么多人的帮助，嗯，这真的是一部很用心、很用心的电影。所以非常希望还没看过的大家先不要有任何预设，然后就好好的去把它当作是一部新的电影去看，谢谢。真的真的真的，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个心情在的，我就想要不要有什么预设，然后他那天给我一大堆问题，我说不用问了，问这干嘛，就是跟他们闲聊就好了，然后闲聊先感受到你们个人的魅力，然后我们在你们喜欢你们的状态当中进这个戏院，那个感觉会更加的真实，然后第一次喜欢你们，第二次再去还原当时，第三次也许做一些比较，再一次再一次，哇，那么每个人进戏院好几次，就像王静自己看自己一样，应该每次都有不太一样的感动。五月晴也来推荐一下。对啊，我们乱 Q， 主持人就喜欢乱 Q， 对。嗯，就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然后找回青春的感动，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蛮青春热血的戏。那希望大家可以找回不管是十四年前的感动还是现在第一次的感动，都希望大家喜欢，谢谢。真的、哦、每个都很会讲哎，真的是林柏瑞怎样，你要先 Q 他，没有你先说啊，你看压力太大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因为他很会说，所以他等一下再说就好了。所以我会推荐这个，当然要推荐啊，这是你这么重要的一部作品，而且你也担纲这么重要的角色、嗯、每个人都重要，然后这是原声当中他就有重量的角色在，而且你应该也就是抵挡很多外面的声音，然后你要正式的把自己的用心做出来的作品推荐一下。对，当然这边 ，Hello， 安大明星的朋友，大家好。其实斗鱼是一个非常热血，然后也很感人，又也很非常虐心的一部电影作品。那我们在这几个月时间真的是投入100%的心血在完成这个作品，然后希望你们看完会喜欢，然后一定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的，谢谢。嗯，有讲的时候呢，就看人家会不会有一些那种触动，人家想要去那个看戏的意愿。说真的，在这个时代，大家自然知道要支持国片，你真要人家进戏院哦。你还是得要让人家真的愿意心服口服，就买了这张票，然后到底要进去看什么？是不是王小姐？王小姐，那你觉得你怎么告诉我们？一定要 keep baby 这张台词。其实就像嘉颖哥讲的，因为在国片市场可能相对起来比较辛苦的状态下，我觉得我们在第一周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粉丝们，然后还有柯姐、柯导，然后剧组们大家所有人的努力。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其实你说它戏剧化也好，你说它真实也好，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在故事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因为生命中一定就是会有那一群朋友，然后一定就是会有那一个人让愿意让你为了他去付出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所以希望大家还没看的朋友可以进戏院看，然后喜欢的话就是帮我们多多分享这样子。复刻场景就是对一个那个就做成功作品的致敬啦，然后你们其实是用心的生命在演绎这个时代也可能会发生的年轻的青春的故事，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嘛，就刚刚像王静所特别提到的，然后能够在这边呢成为大家这个可能是讨论的主角，那感觉来说就是你们在演出之外一个人身份得到了收获，恭喜你哈，
谢谢谢谢，没有这些是真的是一定要这样讲，谢谢，对，大家真的对你是也是真的熟悉，然后可以看到你的成功，其实是很感动的，谢谢，就是这、就是在每个行业里面那种某种坚持，先现在所得到的祝福，那你要好好的去享受这件事，所以你要认真的推荐一下你的这部爆歌，好，虽然大家这么讨厌你，我们要讨厌角色啦，对对对，好好，首先真的很谢谢大家进戏院，然后看斗鱼，然后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在二刷、三刷、四刷，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真的是无比的感动。那我觉得我们不敢说我们一定是最好、最好、最屌的电影，但我们绝对是最走心的电影，就是走进观众的心里，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走进那个心里面，我们走进那个属于我们的回忆，属于大家的回忆，属于每一个人有一个斗鱼魂的回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传达给大家的，欢迎大家继续来电影院支持我们，支持斗鱼，真的才上几天片都还没有一个礼拜吧，今天才礼拜四天而已啊，四天，对啊，你看才进入第四天、嗯、然后就这么多人在讲，我们要设法让这些话题就是燃烧下去，烧开来，然后让每一季话题里面就产生出像星火一样的烧开，对对对，然后今天有新上架的那个电影的音乐，对不对，明天有要把那个音乐做成的 MV 里面应该又会还有 LINE 贴图，对 LINE、啊、我们 LINE 贴图也上了，非常非常可爱，反正就是有一种就是四面八方袭来的各种那种要推荐大家做这件事的方法，然后要进入人那个大家的生活，这句话说好我们在一起，说好我们一起，说好了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上映是情人节，八一七，对八一七，所以就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的感觉，真的真的，那希望大家也要一起跟我们这个感受一下新时代那个对旧故事重新拍摄的时候所赋予的新的生命，然后这里面就是、嗯、今天虽然什么都没说，但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很多的那个影评，或是各自大家看过的心得的撰写，还有就想要先去看一看，哎，到底旧的戏剧里面演的是什么？这些新的角色们怎么去诠释这部新的电影？嗯、如果那个票房还不错，我们再来玩一下可以聊内容的更多的那个聚会。好不好？好，祝你们大成功！谢谢，谢谢，谢谢你们今天来安安大明星，要支持国片，然后好看的斗鱼今天持续上映中，进戏院哦！说好我们一起，说我们一起，一起看电影！谢谢安安大明星今天来的大家，谢谢王毅，谢谢，谢谢，谢谢林博瑞，谢谢洪健，谢谢叶晴，谢谢秋雨。快坠落，就只有我们看见它闪烁，微弱却用力的擦亮夜空，躲向你的眼中，我倔强笑容，我要我想